要去深圳啦。现在我们上飞机，猜猜看干嘛去呢？这次去深圳，我要去跑步，看看我的锻炼成果吧。刚刚下飞机，到深圳了，怎么这么热呀？25度，这个跑步很有挑战哦。我感觉现在不是3月，现在6月，已经进入夏天了，太热了，真的好热。30度的天气，跑步你会觉得是很大的挑战吗？所以说这次这个跑步啊，完成不是最重要的，就是身体是最重要的，它就是尽力，你懂吗？这个天气下面跑步中暑是很危险的事情，所以呢就是重在参与，尽力而为。 Yes， 先给自己打个预防针。好的，加油哈。好的。最没跑步到的时候，不是邀请你再来一次越野跑？那个时候就是客套嘛。没想到上次跑的11公里，上次你要结合当地的天气那个温度跑11公里，这次如果是30度的话，那你觉得你能跑多少？我觉得可以跑5公里。对自己那么没有信心吗？那我觉得可以跑8公里。他其实这一次的总长是16公里。你有什么感想吗？16，反正我就尽力呗。那还是身体放第一，在自己可以的情况下尽量多跑。因为毕竟当天跑完之后，第二天是要上课的。对，它是没有一个缓冲的一个时间的，所以我觉得就是控制好第二天身体那个量，对，不然的话咱们的就是课业就是一个完蛋，所以就是看状态吧。哎，是不是也是第二天也是形体课？对，上次也是。上次的话，基于上次就是身体就是很疼，上一次就是跑完之后疼了好几天。尤其是我的小腿，平常用不到，后天，所以那一天我们就尽力，因为后面还有其他的工作，还有一些课业，就尽力。对。米多哪呢？天好像。不一样，不一样。这是你新开发的酱料吗？不是，是员工看我在那里手足无措的时候，给我强推的一款。全新的味道。那我今天就是来观摩一下，然后看一些没看过的运动，学习一下。希望参赛的选手加油，注意安全，玩得开心就好。他们已经开始了，这里是他们足球员青训的，一会儿可能有小朋友过来。还是对足球最有热情。他们就是一起来比赛的吗？那我一定要观赛一下这个足球区，重点观赛。我们已经进来了，然后呢，他现在在比赛飞盘。我选的是黄队，但是黄队现在落后，希望我敢带着他力量加油。好可惜啊！这人素质好看。
是你喜欢的拼接是吗？它这个不是渐变，还是顺变，没有过渡的。哎，可以啊。最后一期的话，五加八，十三。十三，你再次补，你再中个五环，三环，十八了。好，再见。对不对？那为什么要两个刚好给你？是中间是运气吗？不是，我提前说的啊！你要知道，在这个游戏有个规则，就是如果你提前说了，那就不是蒙。我说了的那个。我有投资眼光，我发现我真的有投资眼光。我们看一下精彩回放。你看，不曾在你巅峰时慕名而来，也未曾在你低谷时失志。全国队，马上反超。这样了吧？起立太好了。比分反超。那来预测个比分吧。六比七，比赛继续。六比七，黄对手。七比五，赢了呀。神奇队，当初选他就是因为。想给他鼓励吗？给你们一个，等一下，我刚刚五比三追到五比七。先结束，九比七。最后一次。拓野全明星界域比赛即将开始，有请各位小伙伴来到我们的主舞台前。我都没有注意到。OK， 我们现在又轮到了六人开始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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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后一个啊，我跟你讲，最难的是哪个？最难的其实是这个，顺利就拿到了就是十个章，我要看一下，就是我觉得最难的就是这个平衡木15秒这个，因为从来没有体验过，没有练过，然后第一下上去的时候，巨吓人，但是调整的很快。2021年中国健考验核心，2021年要修得很紧。2022年健力世界杯介绍赛。但这个我觉得你应该没问题啊，因为你平衡力本来就很好。但我从来没试过，然后你第一下上去的时候就会一人就吓一跳，哎，你不要差点把它闪掉。今天第二个，凭实力拿的奖品。苏联健力，好，去换。这个健力成立于2013年。吃一点东西，然后逛一逛，参观一下，然后今天就早点结束，好好休息一下，明天一大早5点钟起床开始跑步16公里。后面的10几公里就是只能硬着头皮跑，活着就行。